歐債危機蔓延到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觸發環球大跌市，加上匯控第三季業績不理想，港股一開始就跌，仲越跌越多。我都不知道今天跌得那麼多，我想著跌300多點，想著跌500多點，又跌了成1000點，沒什麼錢賺，玩親都不行。但亦都有人想博反彈，這個城市這個情況有好處有不好處，如果你有現金多的，這個是機會。港股大幅低開900多點之後，恒生指數全日都是19000點附近增持，但最後終於守不住，收市報18963點，跌1050點，成交增加至700多億。壞消息前身大笨象股價急插超過9%，跌至61元水平，是表現最差的藍籌。內銀股同樣沽壓沉重，工商銀行受到高盛減持傳聞影響，股價跌超過8%。航運出口股亦都繼續受到歐債問題困擾，思捷同中遠太平洋跌超過7%。歐債危機在意大利爆發，正在夏威夷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說，香港的銀行體系持有意大利或者相關的債券和資產不夠1%，加上流動資金充足，所以暫時未發現問題，但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在歐洲那裡是需要17個國家的共識的，這個不是容易的。同一個時間，即美國這一方面，因為他們那個增長是比較緩慢，它的失業率是比較高，所有這些東西已經開始影響到亞洲了。影響到亞洲，所以你看到市場的波動也是自然的，我相信這個是 會延遲一段時間。他又說，推行近30年的聯繫匯率，協助本港經歷多次金融風暴，特區政府決心維持聯匯制度不變。意大利的10年期国债孳息率升破警戒水平，是欧元区诞生以来意大利国债孳息的历史最高位，即是较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当日寻求欧盟援助的7厘国债的孳息率水平还要高。一旦突破7厘水平，就意味着融资成本是会高到难以负担，很难继续在公开市场借贷，实现大规模融资的大门亦会被迫关闭。意大利是有必要向欧盟求救。国债收益率突然升高，主要是反映市场由关注希腊违反债务协议而转为担心欠债更加多和更有影响的意大利亦还不到债。由于信心不足而出现大量抛售意大利国债，所以要用高一些的息口去吸引买家。分析說，觸發意大利國債收益率飆升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局不明朗，外界不相信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會辭職，但是貝盧斯科尼就再三強調會在明年2月舉行大選，他不會尋求連任，而他公開點名的接班人選是前司法部長艾爾法洛，但是總統納波利塔洛心目中就有另一個新總理人選，他是前歐盟事務專員、經濟學家蒙蒂。納波利塔洛提名蒙蒂出任終身參議員，意味著他不希望意大利繼續由商人治國，寄望蒙蒂組成技術官僚政府，帶領意大利徹底推行經濟改革。歐債危機升溫，希臘、意大利等都先後出現財困，將會波及到其他的歐元區國家。德國、法國等的經濟龍頭大國都擔心最終會拖累到自己，甚至是整個歐元區的經濟，希望歐元區改革。德國總理默克爾說，目前歐洲深陷債務問題，是時候作出一些改變，但是宣布一些舊時的計劃是並不足夠，需要展開一些結構性的改革，提出修改歐盟的里斯本條約。默克爾並沒有交代到細節，不過他領導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就希望建立機制，允許一些不願意或者不遵守歐元區規定的歐元區成員國退出歐元區，不過就可以繼續保留歐盟成員國的身份。據了解，下個月9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峰會就會討論到修改歐盟條約。歐盟官員透露，法國和德國其實在過去的幾個月都討論過怎樣改革，包括是設立核心歐元區，要部分的國家退出歐元區，留下一些經濟實力較為好的核心國去推動歐洲經濟發展。而法國總統薩爾科齊較早前亦都表示，部分國家退出歐元區的話，可以透過匯率去調整競爭力。
1999年成立的歐元區以歐元作為單一貨幣，17個歐洲國家包括德國、法國、意大利等成為一個經濟共同體，希望與美國、日本這些經濟大國抗衡。當時很多人都認為歐元區可以振興當時疲弱的歐洲經濟，不過歐元區的經濟發展沒有預期那麼好，近年就更加爆發債務危機，引發出骨牌式效應，暴露出推行單一貨幣面對的困難，令到成員國的領袖要更加深切去思考怎樣去改革歐元區。胡錦濤將會在會上麥峰會上面發表講話，以及同多個與會的領袖舉行峰會。美國白宮就話，東道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當地時間星期六同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討論人民幣匯率同埋歐債危機。另外，胡錦濤亦都會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會面，促進中日關係將會係焦點。日本的非籍外佣在1991年嚟香港做嘢，1996年誕下兒子，2006年兩母子一起向入境處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被拒，其後2008年再向人事登記審裁處上訴，同樣遭到拒絕。案中的外佣指佢同個仔在菲律賓冇居所，個仔在香港讀書，已經融入咗香港嘅生活，不滿申請被拒，於是日本高等法院並尋求司法覆核。法官林文翰在判詞之中提到，該名外佣每個星期都有餘下的時間翻教會，但這些行動並不代表確實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法官說，外佣14歲的兒子因為在2006年申請的時候，當時只有10歲，未連續住滿7年，不符合規定。今次已經是第三宗有關外佣申領居港權的案件，其中一宗的申請人需要等入境處再審批。灣仔醫館競投氣氛激烈，大約400人參與，當中不少是年輕人和學生。率先競投的是8個位於年宵市場中央售賣賀年特色物品的雙年主題攤位，其中一個攤位經過20多次的叫價，成交價破了紀錄，高達72000元，比起底價大約32000元高出1倍有多。至於其他攤位成交價都不錯，梁先生第6年參加競投，以51000元投得攤位，他表示成交價較預期低，又對今年市道有信心。個個都派錢嘛，派6000元，他始終要拎出嚟使啊嘛，使咪即係買我啲嘢食咯，咁咪比較樂觀啲咯。除此之外，亦都有不少中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之下參與競投。老師表示希望透過活動令他們能夠學以致用，目的就是希望俾學生佢哋可以真實發揮到佢哋一啲上堂學到嘅，譬如一啲喺商業科啊、喺設計科裏邊嘅一啲嘅理論上嘅嘢，咁就等佢哋可以發揮到。